大厝，也无安尼生啦。你来照看，什么茶会当啉无？嘿啊，伊要啉茶哦，我唔是要啉茶，我巴肚痛哦。我巴肚痛是要做一片素。进来进来，内底有人滴无？内底啊，还佫有人无？水姑娘心歹势，我大哥讲话有家底，伊嘛无迄个心意，嫌个人伫咧讲啦，讲些无说听些有意，我代替我的大哥甲你回不是。是安尼是啊。心歹势，你是出外人，你讲无惊啥技术，就感觉嘴巴好看，来到恁一间大厝遐，想讲要来讨一杯凉爽茶哩。要讨一杯凉爽茶，当然可以请进。感谢你。你来会讲开水草。你看嘛，老厝内底阮的同学，一定是官家千金。对啊，看着好野人哦，安尼个茶哦，可能足好啉的款哦。嗯，咩？公主，来来来，请用茶。姑娘，感谢你。多谢。上佳富好技术，店铺你也知影，对此经过，互你自我转无客栈可以入城，叫你经验我咯，我连我不带了。这，伊讲的嘛是有道理，你看看河边所在，伊个对西局土东乡，人都嘛已经要天暗咯，确实讲继续关咯，肯定那个美食路径啊。但是阿妹仔，你问看卖哦，即摆啊老路来大，唔敢爱钱哦。若是讲唔免钱，用网大较省个啦。即摆交互你，即摆去现做来。吓，互你问。啥物交互啊？你去问啦。我叫我甲伊问。你去问，我靠，啥物你有够贫乱？哎，小姐啊。好啊。你为啥物看着我安尼面臭面臭啦？因为我看着你，我足生气个。足生气个。对啊。好啦好啦，莫遮生气啊。洪台干哦，我较袂晓讲话啦，你莫生气啊。我要问你啊吼，你遮好意哦，讲已经哦提前无早，要留阮两个人伫遮住，会到底会要遮安尼话者？我讲着哦，我讲要留一个人，当时我讲要留两个。哈？啥物啊？留阮遮袂使，袂当啦，袂用知啦。我甲你讲啊，阮两个人哦，刚行要去行啥个所在呢？有伊就有我呢。我若是爱伊倒伫我的厝内，我爱互你留落来。好啦，好啦，做袂着。你安尼，你一暗陪我，你偌济钱啊？我一暗陪伊，啊，你是讲对啊，我唔对啊？我你真好，你想讲哦，可能孝顺我真贵。怎会孝顺你这久？那你神经也是空的啊？那我看你这样的，我气啦。哎，是吗？哎，你要伫咧阮厝内休息，哪能你对遮袂去？该看详细，有一间房间是上上房，互你休息。感谢姑娘，你的好意。我咧辛苦。千金不如千面哦，请我先来去。花仔啊，花仔，花仔，哎，哎，即摆我咧，我买一间啊，啊，你真够，你是上上房啊，你话咧？对啦，我下下车吼，啊，同住来住。睡上上房，以前我甲你讲，对车行过，等两个弯，坐两个角，我行一条路差不多两公里，还有一间叉包，甲你看啦。什么东南亚西摩代表？什么东两个弯，搁什么西摩代表？你讲我听，你从对一边行去，都看到房间。好啦好，安尼讲我就知影。
已经照我的计划，带未来阮大爷厝内。既然是安尼生，我建议红酒来互伊享用，借这个机会向他旧爱变好。